各位嘉宾平安，非常的谢谢你们来参加今年的圣诞节的晚会。我们现在广东团契，其实只有我不是广东人，但是因为我是广东团契的会长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献一首诗歌，这个歌名叫《你爱永不变》。我先念一下这个歌词，因为我怕没有歌词你们听不太懂这个。我们唱的诗歌这歌词是这样子，他说：“你流出宝血”，就提到说耶稣为我们流出宝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洗净我们的污秽，将我们的生命赎回。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，显明你极大的恩惠。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，献上自己永追随。或伤心，或气馁，或生离，或死别，愿刚强壮胆，永远不后退。哦，你爱永不变，从今直到永远，深深浇灌我心田。或天旋，或地转，经沧海历桑田，都不能叫我与主的爱隔绝。我们献这首诗歌，谢谢耶稣为我们降生。虽然我们不太知道耶稣是不是确定今天降生，可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日子来庆祝，来感谢他为我们降生，不只是为我们降生，他又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，将我们生命赎回，做他的儿女，将我们的罪洗净，所以我们献上自己，永远来跟随他。阿们，我们来唱这一首，献这一首《你爱永不变》。
这个。